灵活性的一个打击的一个技巧，跟他跟球的功力。接着轮到张泰山，这一球打得蛮扎实的，在中外野方向的飞球，中外野说往后推，再推，再推，再推，结果是上去了 ，over 了。哇，这时候是来了一支两分炮，张泰山本季的第八轰。也使得狮队这时候一下子把分数给超前了，变成了2-1。这也是林玉清呢在本季被打的第七支的全垒打。确实是相当有震撼力的一个打者。那这一支全垒打也是张泰山生涯的第263轰，今年球季的第八支，干净利落，打了一个中外野方向的两分全垒打。所以这也是今年的南霸天最恐怖的地方，在需要一击的时候就马上就出现，而且没有让你有敌机凌空放防空警报的时间，直接呢导弹就射过来。对，我都没得看这个球，我觉得这个球应该就是林玉清的一个这个失投啦。当然，他也希望就是说在。